龟头，到皮啊！啊，来来来，要食龟头的，这大粒的，一大斤的鲑鱼，你要八至三百，这粒的一公斤的外口带了四百，龟头内底拢软骨啊！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来，安尼较紧。三个客人来，让我优待。哦，顺便这上大粒呢，这大粒真的。卖给你八百、七百，开六百、五百，好来。五百。五百两公斤呢。我讲，来来，喜欢找一个客人，卖五百，四啊五、四百、三百，好来。三百。来，这龙嫩骨啦，三百块。三百块没有人要吃哦。哎，你这鲑鱼头不小。谁想吃的这个不要卖，你地没烫钱。谁掉啦？你要过来不？你要过来。阿五。这一点是店外口的两百几块呢。熟悉的呀。三个人可以分分的啦。哦，有有。有了。这是你开的多。几多啦？这这是大粒的呢，大粒的呢。我见了。大粒哪有？这下面来了。那下没有了。大哥。好，等一下。你买两条，我送你一条啦，三包我就好啊啦。顺便讲要吹，其实过以前了事的啊。大粒就一公斤，这一公斤的无人安尼卖啦。来了三百块啦。加一个。买两颗送你一颗的，不买去哪里买？哦，谢谢。那我收税卡。来三节翅哦，嘿。来三节翅哦。这两个客人。好，谢谢。对，加姐。你空看嘛，你乌白白啦。我到底没烧啊，你没烧啊，烧啊！三百元呢？是老板手受伤。我想说脸怎么不一样？原来在那里。他叫我进来打工，一天给我五百块而已。现在目前中部最厉害的网红鳗鱼小姐啊，小辣椒来一下咱战场啊！哦。你莫搁讲啊！你今天叫我徛台才五百块，我呢还搁在上红。安尼有较少哦。较少哦。这边要泡面哦。